我们这个是根据特勤条例的这个规定呢所做的说法。府方昨天发声明说，秘书长不在特勤中心的指挥体系，那有被人家质疑说是要救还是要救陈菊秘书长，那你们怎么看？我们这个是根据特勤条例的这个规定呢所做的说法。传言传出冯世宽会来接特辅会的主委，那大家像蓝委就批评讲说都是您的亲信换来换去了。我想我们有确定的人选的时候啊，行政院呢、啊、会对各方对外来发布。